我们明天就要准备开始复工了，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买了哪些东西，然后买了两袋，还有一个是快递。先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我买的一个香薰，然后打开看一下。这个是那散香的棒，只有四根。烛影绰绰，它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清新一点，香味特别的淡，所以可以放到卫生间。Ulta Beauty 的这个，洗面奶。然后我这个是207毫升的，是一个大瓶。我买了一个毛巾。买的是这个有点淡绿色，不知道能看出来淡绿色。买了这样一个霸蛮的牛肉粉，上次我吃了一个霸蛮的那个肥肠什么川味什么粉，然后那个也挺好吃的，所以我今天换一个口味。我买了一个 Color Key 的眉笔，04号烟灰棕，给我老妈买的。然后这个是 Color Key 的 B708，我已经推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我这是第三支了，Color Key 的 B708 唇釉。然后这个是我现有的，这个手上的是我去买眉笔的时候试的，这个是 B708，我现在用的，然后它快没有了。然后这个是新买的。我吃的一个是加麻加辣的螺蛳粉，一个是王小卤的虎皮凤爪，然后是火锅味道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棉签，然后看一下我在那个代购那里买的，就买了三盒这个，这个是叫啥？滴家婷吗？反正我每次叫它绿药蓝药丸。然后我就买了三盒补水的面膜，这个应该是他给我结账的时候送了一个吧，我也不知道这啥。然后买了一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，这个。早 C 晚 A，然后我没有用过，然后这次是第一次买，就是这个早 C 不是有美白的作用吗？就想着说试一试看好不好用。最后这个是我买的快递，然后应该是我买的口红，看一下，他送了好多东西，这两个是什么？CA 的美白隔离，我买了一个隔离霜，然后他送了两个小样。然后海绵蛋，对，这个是我买的3CE 的两支口红。后疫情时代还送口罩，刚好我没有粉色的口罩。这个就是我买的 ZA 紫色的那个隔离，因为紫色不是可以刚好和黄皮这样中和一下，就是会提亮肤色。然后明天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我买的 3CE 的，它那个琥珀那个系列的，让我看一下。这个包装盒还挺别致的，它是这样侧面打开的，两个包装壳给大家看一下，绝美！我就是因为看上了包装壳，所以想买它这个。来，我先在手臂上试一下色，明天给大家上嘴试一下。它这个其实还挺绵密的，不是那种很干的那种质感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落日红泥，然后这个应是叫什么？有点棕的那个颜色。其实我是看上这个颜色了，然后这个落日红泥是感觉就是没有这种红调的口红，这两个的色调还是挺明显的。不得不说，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好漂亮，打开以后这个琥珀感，透明的盒子，绝美呀，绝美！果然女生就是这种视觉动物。好啦，拜拜。